为主君，而大将军的主力为骑兵。只要木兰赢得首胜，触怒门徒，让他对我们穷追猛打，我跟杨庄被困于峡谷绝路之中，门徒以为我军必为其刀俎，其军心一定松懈，大将军伏击其后方无备，敌军一旦失惊回身，请大将军放弃狼烟，我便带兵转身杀入，令其首尾不能相顾。好，准你领兵2万。大将军，兵贵神速，我想今夜就动身，请大将军先置粮草于峡谷之中，以备我用。就依此计而行。是。多谢大将军。